本期视频带来兰博王牌局35杀淘汰吃鸡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他就是俗称红螳螂人机部的兰博。今天他成功为自己代言，光在创乐园就拿下14个人头，一路钢枪猛攻，展示了自己的最佳实力。让我们一起跟着他的视角进入视频。开局帅气落地，展现螳螂身法美学，捡到一把 MP45 后顺秒进楼之人，拿下开门红，再拿到近战神器魅兔后开启杀戮之路。清理完主楼，直接拿下枪神长期称号，奔赴下一个战场。在手，真的是所向披靡，无敌是多么恐怖！夸奖我吗？趁着手感正热，继续清理剩余敌人。创乐园之战让兰博信心爆棚，预言要拿下30杀。我丢！这把好打！我靠，这把能不能上30个？我丢！首先带来的就是一路上的抓单小迪宝，如果说前面几个打的都是人机，那么接下来的操作让我印象深刻，一波原点单点顶住，展现架枪实力。接下来兰博与队友做球单挑满编，队友先行倒地，看博如何操作。P90精准压枪，敌人瞬间倒地，此时不上更待何时？躲两个兄弟，走着干，躲两个，谁贴？又是一波三连暴走，如果这是近战实力，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展示非常的精准听声辨位。就没死，是吧？怎么没撞死？短短时间已经拿下30淘汰，如果刚才展示的是枪法与山法完美结合，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就是 P 成精准听声辨位与近战枪法的人枪合一。一楼顶还一个六，可以各倒一个。好一个一枚枪响，走吧。最后一名敌人也是让给了队友的郭，顺利吃鸡，进行祝贺。拿下，兄弟们，王牌局35杀，经典模式，看到没有？你们进过吗？视频你们进过很多，直播你们进过吗？举杯，吃鸡！拿下。王牌局兄弟们，5000伤害，35杀，啊！这叫什么？这叫做实力！哇哟！我加62分，我靠！王牌局35杀，我丢！全网通知。